共罪行的女匪头子杨春兰，你们看，两个作恶多端的死囚，马上就要遭到法办了。这，就是和政府作对的下场。乡邻们，以往你们饱受土匪作乱之苦，他们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你们是有苦不能言。 我还谋在此，向大家保证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就会过上太平的日子了。请你们记住，罗龙镇上有青天。好，什么青天呐？他就是世家的坏人，空腹在豪市。是啊，你他妈的好事儿，哪？冤枉啊！死罪啊，冤枉啊！肯定是海镇长泄私愤，他才最该死。没错，该死的海镇长。放了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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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是。能死在你手里，姐高兴。开枪吧！好，就让我们看看杨特派员大义灭亲。
家都别乱，大家都别乱，谁都不许开枪。海团长，怎么不下令开枪呢？恕我眼拙，这满眼都是刚才海镇长发过誓让他们过太平日子的百姓，你让我对他们开枪吗？哪个是共党，哪个是土匪，还请海镇长明示。周立天，在，叫宝箱团拦截，按照阳春蓝染铁法，格杀五路。明白。宝箱团，跟我走。是。快，又是来了。天放哥呢？他已经被游击队救走了。双兰姐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天放哥真被救走了吧？放心，确定。季队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春兰怎么样？他们已经被双花寨的人救走了。咱们人到齐了吗？啊，到齐了。好，咱们现在走。好，走走走走。走，快，快！打开了没有？趁乱，赶紧撤！小心，咱们掩护。好，大家小心。赶紧撤吧。小心啊！我们掩护。小心，走。快走。滚开！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给我追！追！快追！快追！全部都待着，别动。保险团已经撤了。天放同志，你不能再待在罗龙镇了，上级指示你马上转入游击队。打鬼子？对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亲手打鬼子了。冉大哥，李队长，你们得带上我呀，我也要打鬼子。你跟我们去，那水鱼儿怎么办？他在山上，当家的会照顾好他的。等我杀完了鬼子，我再回来找他。好，走吧。小吴，你留下，看好双花寨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保重。嗯。三哥，啊，今天我干掉三个人呢。才三个，差得远呢。啊。天放哥，也没来得及和你道别，罗龙镇你肯定待不下去了，你会去哪里呢？无论怎么样，我都等着你。我相信。